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试玩这款游戏 ，Mr. Bone， 骨头先生。好，我是新来的特务。哦，相当简单啦、啊，这个类似的游戏我玩过了，基本上就是它会自动躲起来，然后你只要按住放开就可以进行射击，这样子而已，很简单哈。有没有很好玩呢、啊？尝试另外一把武器，我希望就是不要有广告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哦，你玩没闪避，它还有慢动作哎，能量折射，其实还算是蛮好玩的小品游戏。就。假日的期间就可以来玩这款游戏。这主动技能全屏大招哎！同类型的游戏我有玩过了，那就是广告很多，然后做的比较粗糙啊。就是那个打水枪的、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？这个小孩子用水枪，这个哦，完美闪避，暴击伤害加30，看广告双倍获得，不用了，这个可以轻轻松松的过好几关哦。走！哎，我玩到现在都没有进广告哎、欸，难道是自选式的？你不会饱受广告的困扰吗？哇，好好玩的游戏啊！我得到完美的游戏体验，这游戏甚至比《天二》还好玩。嘿，我要完美闪避才行，我这次要完美闪避。过来啊！嘿，啊，嘿，哎，没有完美闪避，嘿，一颗，哎呀，这敌人有点天哎、欸，我都已经要让他射了，他也射不到我，我就站在这边让你射了，你也射不到我，我还厉害耶，终极弹夹，有没有 boss 之类的？可以让我。哦，完美闪避 ，nice， 好，关卡了，要到下一关了啊、哦、，boss 来了，打完直接杀青，全屏大招，哦，这时一定要躲避，不躲会怎么样？不躲会怎么样？你也射不到我啊，不躲会怎么样？啊？那闪避是这样的闪法。赶快啊，把我打死啊！你又打不死我。游戏就试玩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